多谢志仁来关心国内国民党的消息。4月16到18就是初选民意调查的时间，国民党台北市第七选区这个心肺之乱继续的乱。儿童节甲囡仔做伙的同乐台北市长张万安早起就讲啊，有甲东部的主委联络过，表示讲只要会当协助，一定是会甲协助。也毋过伊的主委是定调讲啊，这个代志是家务事，讲这个费宏泰确实有因为刺卡心种种的代志呢，心情唔是真好。也不过呢，这个希望今晚安卖有动作，伊出面处理就好。市长张曼安陪囡仔同齐跳舞，儿童节即天，规身穿西造型，现场歌声快不快答？4月4号是什么节呢？1、2、3。含囡仔做位耍，现场的气氛是热泼泼。不过张曼安欢喜猛欢喜，国民党即马松山信义区党内初选嘛，差个热泼泼，讲要甲因两边斗手一样，嘛真做焦点。我们希望我们两个团结，也相信我们会团结。所以我想，只要是我能够努力还有协助的地方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无想要看到党内小斗，不过其他先认为初选民调用37席对不利，加上不满对手费鸿泰挑工攻击，已经将危机申诉书送交党中央，会由北市党部做上尾定夺。是我跟市党部黄女主委一直都有保持非常畅通的联系，好，随时会了解整个初选的进行进度跟状况。面前化解争议，张曼讲确实有含党部主委黄如金如讨论过，啊，进前公告北市第一阶段立委初选，民调时间是4月16到18，党员投票日是4月22。不过看其他新费鸿泰大战，真个力不破，即马就传出党部会考虑提早做民调，未有争议，阁继续拖落去。他小心也不是说啊特别怎么样的人，就让他最近发牢骚，一不他要用那个全民调小心，他会用他要3+7啊，那两个地方不一样。东伯龙前细里伫咧处理代志，希望东内人卖伤急气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